左下腿的前肢痛，左下腿的前肢痛啊，这个我看到满天都是沸点啊，满天都是沸点啊，他们在沸点上已经我在临牌的，他们也看到啊，看到这一步一步的这个啊，看到觉得很心疼啊，尤其是翻车把10年前出版的时候还拉出来，还说那个非法出版或者是之类的。还不反悔的时候，外星人，开始定位了啊，定位管理，管出版、管文化的这些人的定位这些人到底生活在哪里，住在哪里啊？给他定位了啊，给他定位了啊，要给他们颜色看看啊，不能由着他们的啊，不能。不能由着他们不能由着他们，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不能由着他们不能由着他们，所以他们准备要发动龙卷风或者两个沸点，在它上面张贴发出巨大的声音来，要让他们警醒他们，外星人正在筹划，正在筹划正在筹划，筹划如何。来教训他们一通然后同时把话语权拿回来，不让他们有任何的，对拿回话语权这件事情的任何的打折啊，打折扣啊。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